从放下吉他，拿上刀叉，当上厨子以后，谢霆锋暖男的气质瞬间爆棚，也让不少粉丝看到了酷酷的他柔和细致的另一面。自《十二道锋》未播出以来，外界也是一致好评，谢霆锋更是通过节目吸粉无数。3月15号，带有趁热打铁的意思，网曝英皇电影豪掷3亿港元打造首部4D电影《锋味江湖之决战食神》，谢霆锋将出演广东食神，与葛优及郑容和斗演技。女主演方面，唐嫣和白冰也确认加盟。据悉，在该片中，谢霆锋和唐嫣将会有感情线，而容和欧巴则和白冰成一对。影片将于4月开拍。此次女主方面由唐嫣和白冰加盟，也瞬间引爆了粉丝们的期待值。其实早在之前《十二道锋味》中，唐嫣与白冰就曾参加过节目录制，此番电影版《锋味》再度携手，看来是之前合作的很愉快。而电影投拍的消息也得到了谢霆锋经纪人霍汶希的肯定，他发博贴出《锋味》电影的报道，并配文证实了该传闻的真实性。对于此番唐嫣、郑容和加盟谢霆锋新片的消息，粉丝宝宝显得很开心，不止看到峰哥，还看到我家融合了霆锋和糖糖，嘿嘿，期待芒果捞新闻，狐狸糖糖又有新片可以看了，真是好期待。报道。